都知道，上一次咱们在这儿，同样是在这个场地上见面的时候，是 Nova 5的新品的系列发布会啊。当时千玺在快问快答的时候说过，九个月之后他会更新九宫格的自拍。啊，咱们问一问，你看现在，你看记得的人不少哈，都记得吗？那咱们问问啊，说好了九个月以后更新的，半年过去了，你这九宫格自拍这个 KPI 完成的怎么样了？你让他自己说。正在努力中，正在努力中，那就是小有收获的意思，对吧？过去半年的时间，千玺在微博上已经发了五张自拍，啊，也算完成了一半嘛。这么久的时间，完成了一半了啊！